我已经准备好啦。我也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了。那我开始喽。开始喽。今天有没有什么说法？这些喵大屁的钻粉卡。没有。我们可以边玩边看。好，那行。这些喵大屁，我们一共五个人。那我们第三名不受惩罚，一二名惩罚四五六四五名怎么样？没问题。OK。第三名可以提一个，行，我比赛心态，可以提一个那个那叫什么？提一个建议。谢谢昔年的钻粉飞尖，谢谢。开始准备了，我什么书法？这把我必须拿到第三名。是不是应该开个卡？哦，对，先开个卡。先开个卡。来一首黄金风贝卡。那这把是怎么个惩罚方式 ？OK， 我准备了。这怎么玩呢？这个跳跃瞄准儿。猪猪，他们说你的皮套已经进化了好几个版本了。进化？没有啊，我现在用的是以前的版本。智慧引引。开好卡了。他们说你的皮套可以借。谢谢阿秋的水晶火箭。你要用吗，猴哥？可以借你机甲使用一下。啊，我真的能用吗？会不会不太方便？对呀，我借给好多朋友都使用过。我想用一下。哎呦，我今天看了那个新的皮套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行，等我晚上教你 Steam 的一个免费的软件就可以用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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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OK。谢谢阿秋的水晶火箭，给个波波，谢谢。谢谢阿啾。哦，可以的。同珠估计在卸礼物，是是可以等他一小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啊，必须所有人准备吗？坏了，我以为房主准备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不行。OK。高手来了。Go OK 呀，然后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没上去。哎。哎，怎么又没上去了？啊，要从这儿上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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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不去了。好，完了。哎呀哎呀，掉下去了。别急别急啊，走你，别急，走你。完了，哎，别急别急呀、啊，走你，猴哥你急呀、啊哎、对吧？别急别急别急，我们都别急，哎、对，猪猪别急，我们都别急。我过了，我过。哎呀，急啥急啥？完了又完了。有啥好急的？有啥好急的？我好晕啊！哎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！哎呀！陌生，陌生，陌生！哎，我也来啦！嘿嘿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我怎么过来了？哎，哎呦！他记忆点，记忆点在这里。OK。吃掉。为什么把我吃掉？你别吃我的呀！吃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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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掉。这拉奇吃我的飞机！哎呀，使坏使坏！没有，这是我的强图，我只有在这一关可以这样子。可以的，这关你也是强图。这关没有。咋？我这每回都最后一名呢？吃我的翅膀，真会、啊！如果这一次能。我能给朱大强提惩罚的话，我要比上次加重程度了。哦，这个好。我严重怀疑猪猪就是来拉我来惩罚的。没有，我们吃小钻石。原来宝藏已经被我内定。我直接偷一手猪猪的宝藏。哎呀，没偷到。好，哎。怎么啥也没有、啊？哦哦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我？哎呦！我很难过。哎、我就跟着猴哥，啊、我就哎，猴哥你身上又有一个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哎，猴哥，我强。我感觉一刚才是我拿的，为什么？喂，坏了！哎哎，上不去了！别抢了，别抢了，你都十分了，不要再抢了。哎，哎呦！我感觉我要追上来了。
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我感觉我要进上来了。坏了，没抢到！坏了，又没抢到！哎，哟哟，猪这都抢！哼、okay, okay. ，猪猪以不要以蚕食别人的宝藏为乐趣，不要得吃别人的，对，主要是得抢别人的。哎，我这边看着怎么还是沙里淘金啊？是啊，我看好像也还是沙里淘金，完了卡了。啊，我是那个方块跳跳跳。嗯。哦，你们卡住了吧？哦，我卡星星这边了。我们卡星星了。卡住了。嗯。三月快乐，兄弟们。好像只有我跟大强能进到这一关。没有，我没进去哦，我卡星宫了。我也是，那你那都把你撤着重开，那只能重开一个了。太好了，加速开了呀，开加速了呀！重赛重赛，不公平！完了，这就重赛了。重赛重赛，真好真好，真好重赛。不玩了，结束了，溜了。难得拿个第一。那些天天吃糖会长蛀牙。嗯，不行，我就得要第一个。猴哥，咱俩我把红色给你，法法我把红色给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卡。拉起，你得再拉我一下，可能。我怀疑啊，就是因为这个猪猪每次都是在这个第一的位置，所以他才能第一。我也要在这个位置试一下。OK， 我觉得猴哥说的对。谢谢于浅月。腰了腰了。好，现在不卡，刚才好卡。一首位置学，熊猫人。OK， 熊猫电视下载，我怎么又要下载？小马小鸡，呼吸器。不知道啊，这没看你要下载呀、啊？我看到猪猪跟大强都在转，对我跟大强应该都在下。我咋没看见在转？我没下呀，我就续了都。哎，我左上角最上确实在转，它在转。对呀、啊，你最上面没有跳那个下载的那个页面吗？没有哦，哎，现在不转了。是不是这服务器出了点问题？还在转吗？没有啦，应该没有在转了吧？我这好了哟。我马上，我一杠三，猪猪在转， okay. 只有猪猪在转了，一杠二了，马上。那应该很快的。一杠一了 ，OK， 我 OK 新的一个月了，兄弟们，新的一个月，新的一天，给大家开了一个双倍亲密度。有那种666啊，或者0.1鱼刺的这个礼物啊，可以送一下。我们需要过一下这个任务，不说别的了，凝聚力，就这个一毛钱跟这个一块钱的一手凝聚力。哎、啊、，OK， 糖豆人进来了，拉起强图。这个游戏的秘诀是什么？溜边走。没有那个秘诀，秘诀就是自爆跟别人。对，谢谢先打朱大强的666。OK， 收到。OK。OK， 先打朱大强。这个声音就回荡在我的耳边了，每次一打游戏，我感觉这个声音就回荡在我的耳边。
一直在说先杀他。你下来。我下来。别呀拉奇。不是谁呀这朱大强。别朱大强、哎。你直接下去。你别、哎、别。我们先把这里全部踩空，不让他们有路可以走。啊，这都下来了，完了。哎呦！嗯，完了，对吧？我肯定是第一名。猪猪，你咋下来了？我嘿！哎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呀！啊嘿！哎呀！啊！哎！啊！哎呀！可以听得出来，掉的这干啥呀？猪大强抢农业！哎哎呀，你说你跟我抢啥呀？哎呀，哎呀，我死了！哎呀，我没事，我比你死的还快。怎么突然之间有人过来抢东西？跳水了，说是。坏人，坏人！这上面还有那么大一块地，我真能下去？我也是。我来数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五十一六，是暗空格吧？ Okay, 对啊，怎么会有九？九九九！大强，你看他们背上一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一 ，OK。我没算错吧？有人干扰我。你看到就摁空格就好了，你不管，你又不用数数。一，一个，哎，二三，二，四，五，五，啊，六，七，八。太坏了， okay、真的坏，纯纯的干扰。咚咚咚咚咚！我就做了一个我垫底，那没办法，还真是。哦，又是这个，哎，这个好玩。对，这个拉奇抢土，不知不觉中我的毒条卡的刷新一下，刷新一下，卡的刷新一下，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卡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卡。刷新一下，刷新一下就好了。跳跃就是那个树，它那个树叶中间会有空的，你要从那个空的被、哦、空的穿过去到那里。对对对，不要被这个树叶砸着。哦，我推测在这里。嗯啊，我怎么直接就出大球？我们两个，哎，这还在边吃，好神奇啊！朱大强，咱俩，哦哦，嗯，这都能被拍死啊！我怎么死的？好奇怪啊！红哥你也死啊！哎哎，那个位置看来没有办法被拍呀、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咱俩觉着我预测的那个位置没有什么问题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结束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给这个比个道子大拇指。哦，为什么我这边结束了？下一关是什么？是我看着也像结束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啥 ？Pure Party。哦，这什么？这打枪的吧？对对对，打枪的，打枪的。啊？嗯？哦哦。哟，我这有点厉害啊！滋。有点快，我这个有点……哇，你这字蹦这么流、啊！哦，我这个字的有点厉害。这怎么还没死？哦，回来！哎，字啊！你这个字蹦也太猛了吧！得力，我要渔翁得利，我渔翁没得着利，这三人都已经得这么多分了，后头枪保佑。差一下，差一下。
是啊，不行，我得走。拉起人呢、哎？这有一个钱。走了走了。哎呦我去，他俩不玩肉不玩肉。你们咋？你哎呀，给我滋死了。我去找个草枪。不打不打不打。哎哎，我也有这个枪、啊哎。这枪不一样什么？好。哎，没有枪，大强欺负大强，没有枪。啊，怎么又欺负这个枪？哎，没有枪。我也要拿枪。去你的！哎、轻的，我的进比其他的进的多了哦，还得是资本，还得是这个资。哎呀，还得是资啊！我资也资不过、啊，哎呀，资那个拉倒。这边视角大家都拿个资，怪不得，还得是这个资厉害。资，哎呀，哇，这个资真的厉害，这个资，这个资确实厉害。哦、oh, no， 打不到，有力资了。十三分说是，比赛心态，完了，这个完了。这个我准备跟着，这个我要给他点个赞，跟着孙悟空没用，我们就是主要就是锤，我们主锤 ，OK， 主锤，别锤我，别锤我，谁也别打，哎呦，谁也别打，谁别打，哎、谁别打，哎，说好谁都不打了，哎，打那个蓝的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打！完了！哎呀！卖的去哪儿了 ？T 又在哪儿了 ？T 在哪里啊 ？T 在哪呀 ？P 呀！G！哎呀！坏！M 在哪儿 ？M 在哪儿？M，OK， 反正没动作就可以说话，还要打我，你打红的呀？啊，不对不对，第一名是紫的呀，紫的，摁在哪？摁在哪？摁说是，喂，摁在哪？摁在哪？摁在哪？我就没拼对过一个。拉琴，拉琴老打我。耶，没了。OK。一个没拼对过。你说你逼着我打，没人管同桌。这不是我的强冲，没办法，确实我努力了。什么时候我这个条才能顶上去啊？雷霆海沟，来个三把第一，很快可以打。这把我是第一，先打孙悟空。好，铜柱是第一，铜柱是第一，先打铜柱。这个怎么玩呀？猴哥，猴哥是雷电法王。啊啊，猴哥先分割战场。OK。对喽，快把底下那个电了。哎呀，我在干什么？猴哥，其实你可以先电别人，猴哥。好。我们都在这。没事，还有十八秒，我不急。好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哎呦，这跳不过去我。好，我还想说你跳过去了。哦，哎呀 ，OK， 完了，我咋是先这先掉下去？他这个电感觉不是我控制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好有人的条降下来的是不？同出这么高的分儿。先打同桌，我决定了，就先打同桌，我决定了，我只要盯着同桌就没问题。别呀，这是啥？ Okay. 你们都盯着我，别人就打
你们了，他就可以开两次大门。不对，没关系，有关系，太有关系了啊！哎呀，你们是人吗？先打铜珠啊！不是说打铜珠的吗？ Okay, okay. 别啊！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！我呀，猪猪！我不打你了，我不打你了，我不打你了，我转身了，我转身。好。哎，我为什么打了，但是没有分呢？坏了，两分，刚才没打着。坏的。为啥呀？我是这还存在打头、啊。不行，不能打铜珠了。猪猪。被拉奇打了。这都能打歪，我好像知道了，我也知道了，得先打铜珠了，兄弟们，拉奇，哎呀，坏，哎呀，当当当当当，什么时候才能把我这倒数第一名抬上去啊？嘿嘿，啊，这个就是那个轰轰被炸弹炸的那个，哦，这个。哎，我没打你，后面被你连打三次。那这把我们结盟，我不打你。OK OK， 没问题。打的是小狗。好，好吧，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吓人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怎么打人啊？我站前面，别打，别打，都别打，都别打。谁别打谁别打，我们算了，在后边吧，在后边，在后边，别打人，别打人，好吧，别打人，结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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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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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胡哥说了结盟，一会儿他肯定会动手了。我没动啊，我没动，谁动？谁是小狗？我没动啊，没动，没动，我肯定是没动。我是说不打猪猪，我说不打猪猪，我没说不打你。哎，拉奇，谁别往我旁边走啊？走走走，肯定被我锤。我的小脑一定能够躲得过去，我小脑很好，我小脑很好。跟小脑没关系，我想打。哎呀，不要想着打人，朱大强，你看，刚才我挨了一拳，说是谁？那不是在旁边吗？这没办法，我是摁着左键的，我这一直看着这边呢。你瞅瞅。有人！别打了，朱大强！别打！谁也不按左键，行不行，朱大强？行！OK OK， 哎呀哎呀哎！那你谁也别左键了，好，谁也别左键了。突然被地震波给震下去了。哎呀，谁死的？没办法，有这个导弹。四分了。好像得往前面走。哎，你别咬我！站后面，我对不准。我真的我感觉我小脑有一些发育不良。那我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吗？那个蛋飞过来的时候，你其实是想撞上去的。我真服了，都负两分了，不行了。负一，好想撞上去啊！负一，啊，不吃，我根本没四分。可惜。咦，又是打枪？是打枪是什么？又是打枪，怎么没关？对，猴哥，我要超越你了。哦，不行，猴哥打枪巨牛。哎呀，主要就是轰轰不在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吃两发炮弹？我一个人在那待着，我真服了。对，轰轰全责。轰轰全责。哇！哇，这 BGM。好，很激昂，很激昂，很激昂。想拿个枪，但是不拿，拿了要死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喜欢拿。哎，我怎么没子弹了？哎，怎么开不了枪啊？哇，被拉奇杀了！怎么我一个头都没有啊？全被 K 了。我为啥开不了枪啊？等一下。你有枪吗？猴哥，我们应该联盟。猴哥，我们应该联盟是吧 ？OK。拉奇第一名。打拉奇，打拉奇，拉奇躲在那里偷偷输出。OK OK OK， 我去揍拉奇了。OK， 谁在我背后打我呀？是谁又要拉奇 K 头了？
不要打我！真的吗？怎么没有子弹啊？等会儿呢？等会儿，猴哥，我没有子弹呀、啊！你没子弹，你没子弹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咋开不了枪啊？你们在哪？因为你这个是冲锋枪，完了我出不去了，朱大强把我卡里边了。哎呀！这是谁呀、啊？偷偷吃一口分。没子弹了，哦！哎呀哎呀呀！我哎，我以为那个死了。哎呀！哎，又偷偷吃一口分了。我不相信我能踩成这个样子，我不承认这是我自己的操作。哎，猪猪偷袭！李昌给我秒了。偷袭！董猪，哇！我真的老了，很接，我已经，落后了，发紫色的。哇，一个一个粉也没有。哎，猴哥的猛枪，哇！哎，可恶！给个枪，给个枪，卡死一家了，给个枪。没事，大乔，我也快掉。OK， 拉齐。我打不过了，给我一个。哎呀！我也一直在送死的路上，有没有枪？来把枪！拉！朱大强想上来！这拉了一个，拉了一个！又死！我的钉子，我的记得的，我记得的！朱大强死了吗？给我一分！我没有死吗？我先跑一跑。王蓝七怎么打不到了呀？你这怎么着啊？哎，这怎么打不着？不管，没有枪了，没有枪了！哦，去打猴哥！哎呀，差一分！哇、哦，拉齐！哦，来就死，来就死，来就死！好，来就死，好，来就死，好，来就死！哇、哦，我这喷子一枪给我秒了，我十三，谁都打不过，只能打打朱大强，拿点小分，猪猪，谁都打不过，只能打打你，拿点小分，朱大强，真不能怪我，请上我这里来买分好吗？上我这里买分，我这里卖分，卡墙了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就没瞧过这个图，真搞不过你们，说个嘚儿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跑酷，跑酷图，好像是跑，对，然后就，我记得是往后面跑。这咋跑？对对对，这是从上面来。跟着拉起就行了。嗯。哦，哎，骗你的，好像不是这样。嗯，拉起，骗人是吧？骗人是吧？有点东西啊！完了，我掉下去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完了！哎，死绝了！好，糟糕，这位置不是很好跳啊！准吧？啊，我上来说！哎呦，我，小心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怎么有个紫色跑第一名啊 ？Yes， 不是，猴哥是第一。哦，哎呦，完了，怎么出去？旋风之力，出去啊！完了，哎呀，我来了，这都能卡我头，完了！哎呀，他卡住了，真好。哼，各位观众，这里我拿走了，往上走。哼，哎，拉起你带我这呢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不知道，我跑着就在后面了，那没了。OK。人都到了，人都到了，最后一名。那没事，拉奇，我陪你。快上，快上！哎呦，主要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，只能跟着别人。哎，终于往前挪了两格。想把这墙全拆了，属于是。可以的。完了，吃钥匙。这
只要是前三就行了，是吧？第三名不用，对，只要前三都不用被惩罚。对，第三名就可以。前三都不用。是的。完了，好难啊！第三名，完了起来了。嗯。坏了，我怎么在中间啊？哎，怎么还得打呢？打我呀！为什么打人啊？怎么有人动手啊？我错。揍你！揍我！属于是特别坏的坏女孩。哪有？哎呀，坏女孩！哎呀，不听！你给我打我！啊，上去！怎么在揍打你？没了应该是吧？没了好像，是没了。这边还有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但是已经没了。完了，被老王拉奇捡走了，没了没了没了。王拉奇捡漏大师，十七个 ，G， 倒数第一，没了没了啊！这么我都能倒数第二，一个都没有啊？是没了没有了没有了，是没了。吃完了属于，哎呀，没有了，好难受。就追着阿萨奇打好了。阿萨奇，阿萨奇，长一格哦，木陌生，先爬到第四，全是在到第三面没有，哎，好像也没有多少。这个是啥来着？哦，这好像是那个，这个是锤乱锤，可以。怎么我这格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生气的时候连猪猪都不叫了，直接叫阿萨奇。王拉奇 A 哥，王拉奇，哇，猴奶奶，别，这是啥元素？今天在哪？哇，哎呀，直接给我崩飞了！哎呀，我人呢？哎，我在哪儿啊？我去，直接跳崖，没分直接跳。大家都搁那打了半天，结果就是零分，怎么一分没加呀？零分，零分，全部零分。他只有把人打死才是。哎呀哎呀，打下去了，掉也不算。哎哎哎呀哎呀，两分！哎呀，怎么被猴哥送人头了？两分，两分，完了，哎、三分！哎呀，喂喂，啥？喂，有喂，哎呀呀，喂喂喂，哎呀，坏了，被补了。我是拳皇，我是拳皇，我是拳皇。好，拳皇打的就是拳皇。累了累了，哎呀，打。哎，朱大强三分了，这把能不能再加一分？能不能再加一分？能不能再加一分？能不能再打架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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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四分，沉了呀！不能不能 ，OK， 给我涨，哎呦，平了，又是那个过关的那个。一把而已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会又是打枪吧？跑酷，跑酷。不是啊，这个咱们之前玩过呀，就是那个往前跑的那个。哦哦哦，嗯，懂了懂了。怎么跑？怎么跑？一直跑。哎呀哎呀！哎哎哎，不对不对，哎哎，这还能打人呐？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枪有啥用啊？我怎么反着跑啊？好难受。哎呦呀呀！哎呀呀！这怎么玩呀、啊？这个？哎，这还能卡住了，属于是烦的吗？哎呦！哦，哦，我能到，我能到终点。哦！哎，完了！完了完了！嘿嘿，猴哥你哪儿呢？在你屁股后面。哎呀！你飞哪去了？哎呀！你熟悉的猴哥，你又是这，又是这，你又飞回来了。我也飞回来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啊！我死了！啊！这能死？这个别踩！啊！这个不能踩，不能踩，不能踩，不能踩。OK。哦呀呀！哇！坏！我的人物啊，反！哦，可以用鼠标来控制方向。哎呀！哦，过来过来。我们三个，哎，完美强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这个地图干嘛的，哎、真累呀、啊！
稳定，每一把都第三就好了。哦，又是那个从鬼屋里跑出去的那个。乱跑就一直往前跑就可以了，不用记道。对，这个拼运气。嗯。稳定，稳定，稳定。我都不要第一第二了，我把把第三。第三好啊，第三不用受惩罚。一直跑，先跑不用接到。一直跑。这啥？怎么还有一门拍脸？有个鬼！可恶的鬼！噔噔噔噔噔，拍了就过不去，就只能绕。哎。哎呀，又碰着了！哈哈哈哈哈，又有鬼！这啥呀？啊哈哈哈哈哈！可恶！可恶，又有！怎么又有啊？我三连撞鬼呀、啊！我也三连撞啊，好难受！哎呀，四连撞！哎，但是我到了，嗯，到了！你已经到了！哎呀，别！哎，我也到了！哎。五连撞，好背呀、啊！真的好背呀、啊！天哪，好背呀、啊！一直撞，这都没，我也一直撞，真的没。Oh no! Oh no! 怎么全是新游戏？真的把第三，一二三。那我总分应该第三才对啊，为什么总分是第四呢？嗯，这是一个是令人深思熟虑，这是一个难题。那我只能说猪猪加油。好，我会努力变成第二的。才能组一局那个只有拿到第一名才受惩罚的游戏啊。那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完了，对不起拉奇，着急了，失望了，急了。OK。哎呦，吃我大宝剑！可烦，铁烦！哎呀，可烦！完了，自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啥时候刷呀？我是傻逼。哎，你嘿嘿。给一个。一个都不给好，哎，哎呀，被淹没了，刚好，岩浆上来了，哎呀，哎这怎么？哦，这得上去啊，嗯，这是第二把了，不会再去做无谓的挣扎。哇，为什么王拉吉跳得这么快？我靠，我大火箭，我吃。多少都得吃了，那这是啥？这能吃吧？哦，哎，拿剑死了会怎么办？那剑就会刷新呗？是吗？嘿，对，哇，这还能攻击别人？啥呀？我被杀了！嘿，哎呀，还真没事，我第一次拿到剑，这也能刷，这每次刚好就刷了。哦对，有东西上涨了，皇城 PK。哟，这下面这些一字有一划。东西上涨了。哦，这个也有。坏了，拉奇上去了，那不能再倒他了。让我揍一会儿，让我揍一下，过来，过来挨打。没人过去了，你放弃吧。哎呀，这都能掉，不就你吗？不是刚刚好好正正好好是你吗？啊！哇！哎！好！好！垃圾！好！我不打，我不打。为什么两把？这还不如来个那个。加油！完了，加油！加油！这还不如去拿刀。上涨了，345。这还是有。哇，并列。我就不参与你们的战斗，默默的捡钥匙。嗯，